要讲公正的话嘛。你说 有一个老农，他就硬要摘说他是因为交价2块钱所以才自杀的，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污蔑跟栽赃。你没听错，吴奎抨击在野党批评乱爆料，说农民为2块交寻短。不过记忆犹新，寻短的嘉义老农民种的可是米，不是香蕉。吴敦义张冠李戴惹。